妈呀，那我被叮当啦！就顾哎。好啊，妹啊。哎呦，啊妹啦，妈我被叮当，爱水都爱靠有耐心的。我就开开哦。好啊，你当就行。志胜，当然嘛是你啊。安总，我了情绪忍不出来哈。这嘴唇这么红，嘴皮都歪到安尼，目睭这是啥啦？这叫做眼影。安尼会当让你的目睭较大蕊，而且嘛较有精神啊。真正是做卡爽。看来足奇怪的，我要去洗掉。那有什么奇怪啦？啊，做新娘本来就要化妆啊，而且哦，就是爱画到安尼妖娇美丽，安尼唔才有喜气。我跟你讲哦，明仔哦，我一定会替你画一个上水的新娘妆。我看卖咧，看到位爱保险，够爱保险。嗯，免啦，就红叽叽啊，爱看红白啦。有人来啊，我去开门。唔免，我来开就好啊，你点只坐。尤琴，你哪来？你要坐啦？还坐啦？我的，想讲来这送一个结婚礼物要给陆森啦。哦，尤琴。哦，你那边？哦，你看啦，你嘛惊着啊？你搁讲好看？那是因为恁两个拢是装卡怂啊。哦，恁两个嘛较拜托的好不好？人喺外国咧拍电影的女明星拢嘛是安尼话啊。目睭大大蕊，嘴唇红叽叽，要叫伊个迷人，你唔才算是美女。我话要去拍电影，是安怎比啊？那袂用比，我有讲过，要让你做咱这边上水的新娘啊。你嘛讲一句公道话，陆先生的话敢无好看？足水的啦，是我常常看袂习惯。你莫欺负人性地好，袂晓讲歹听话。来啊，刘青，坐坐。阿妹，叫你当主咖啡，我请你顶。免啦，我来做咖啡哈。免啦，免麻烦啦，我连你都爱走啊。哦。陆森，要送你啦，结婚礼物。哇，足水的呢，你看，弯腰，相相对对，这是家己做的啊。所以我一点我心愿，希望你莫去遐，祝福你甲你翁婿白头偕老。多谢你啦，你利用足侪时间的吼，我真欢喜。我合你的心愿就好啊，我会紧来转啊，厝里囡仔会顾。哦。要安怎？来，请坐哩。我来倒一杯小米水哈。你先休困一下啦。来，先啉一杯小滚水，这内面我有加红糖，对查某人的身体较好。多谢。是不是破病啊？我带你去找医生。不免啦。我看。应该是有心啊，有心啊，恭喜耶！几个月啊？其实这个代志我厝内面人阁唔知影，请恁两个替我保守这个秘密。为虾米啊？我听讲查某人有心，妹妹个个就知影注意，应该让恁厝内人知影，才当好好甲你照顾。囡仔投胎出世哦，原本是一件好代志。啊！不过厝内面若是饲袂起，加生一个，就加烦恼啊。你是不是不爱伫这囡仔？
即马你拢知影，那咧我就直接甲你讲，明仔日去酒吧都去啉啊，卡免咱两个人戏上戏。我先来走。等我一下。你会感觉头晕，这就表示讲你可能有贫血。这包红糖哦，你早着去，逐工泡一杯来啉。你无想要让你厝内面的人烦恼，啊，至少嘛爱先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啊。免啦，我店面有咧卖。问题是，你敢会敢开这个钱啊？客气啦，我看你身体这礼拜一定逐天拢在做粗重的工课，拢无在休困吼。咱查某人为着家庭、为着亲人付出，这是应该的。要唔过你嘛爱学会晓对家己较好一点啊！莫连饮一杯红糖水你都唔敢。那是家己把身体打歹去哦，到时是无人陪阮，你知影无？对啦，阿妹就亲像咱的大姐同款，你爱听伊的，好好照顾家己。对。明珠，先把身体顾好，以后还有机会做妈妈，哈。无我无路用啊，无才调考就高考啊，无我害你家阿母失望，讲什么让恁过好日子，结果什么拢无。厝内面这款情形，这个时阵若阁来一个囡仔，真正会袂堪呢。就算讲会当顺利甲政府讨到赔偿金，也毋过安尼也是无够应付生活。是妈妈对不起你，无法度让你过好日子。希望你后世人会当投胎去一个好的家庭，大富大贵，无烦无恼，唔免逐天为着生活咧走走。是的，请你原谅妈妈的自私。那是你，我才想要问，那是你。啊，这么大台铁马骑过，你无看到？啊，你哪会让走出来？那会拢无老火，那一点仔代志拢无。啊，人安怎无？我不要紧啦。啊，你呢？那会向我搁咧骑车？你搁敢问我？啊，当然是因为你啊。你早人这么晚出来，足危险的呢！你唔知厝内人真烦恼。我去送陆生的结婚礼物啦。我甲你讲几啊遍啦，迄种人莫搁有任何往来，你唔肯听呢？啊，讲的句戆心戆心，你是伫想啥？迄红糖拢真破，免捡啦，厝内佫有啊。啊，唔过。免有啊，唔过啊，行，来来等。行，免看，行。免看，来，起来。坐好。Okay. 好了，
你若无代志就好啊。我会记的呢，以后家己走路较细腻的啦，唔通去戆神戆神，知无？我知。你听嘛吼，我泡茶给你啉啊。免啦，你连两包母好无？我要跟人讲代志啊。你要替人买是无？我要请人吃的啦。啊，咱需要人的支持，总是要意思意思一下啊。我知影你有答应娶家，要斗三家千春的代志。要唔过你也无领什么薪水，敢讲连婚都要踏落去哦？我会做这个代志，嘛是为着咱杨家的未来啊。啊，恁查某人啥物都唔捌啊，伫边仔看就好啊。你好好过厝，啊，千万唔通爬爬走嘞！查某人遮尔晚出门真危险啦。我知。想想对对。